好，嚟咗呢個嘅台灣咧嘅11日啦，飲咗好多奶啦，的而且確喺呢個羅東夜市咧，真係細估唔到飲到呢個嘅男人之奶。咁男人之奶到底可以補啲乜嘢咧？真係唔知道，但係俾大家估下男人之奶係啲乜嘢嚟嘅。轉頭話你知啊。各位早晨啊，差啲忘記咗，我係未介紹花蓮嗰間民宿嘅，呢一間咧就叫做福田民宿啦。睇一睇个环境系咪好清幽、好舒服呢？冇错，呢一间民宿咧，另外一个特点咧就系我哋真系住喺老板娘嘅屋企入边噶。咁啊，真系确实叫做民宿啦。好啦，执好行李箱，继续我哋嘅环岛之旅啦。我哋下一站就系宜兰，迈向台北呢个最终站咧，又近咗啦，哈哈。在火车上面瞓咗一阵之后咧，话咁快咧就嚟到宜兰啦。咁我哋依家身处呢个地方咧，就叫做罗东火车站。行程嚟到第11日啦，个天咧开始作怪啦，开始天阴阴，希望唔好落雨啦。谂住口痕痕咁样就去买蛋挞食啦，点知误打误撞，原来我哋去咗一间系台湾蛋挞第一品牌嚟噶，原来呢一间，咁佢嘅蛋挞咧真系好好食噶，但系另外一个产品几特别嘅就系有冰淇淋嘅口感嘅蛋挞，你食过未咧？确实真系好好食啊！好，参观一下我哋住嘅地方先。咁我哋今次住嘅地方咧，就系、是、住喺社长之家嘅最高嗰一层啦。咁所以咧，最高嗰层咧就包埋个露台啦，跟住就包埋个厨房啦，同埋两间房嘅。咁简直系好似一个复式单位咁样，超大。但可惜我哋住一晚嘅啫，有啲嘥咗啊，我觉得。好犀利啊！嚟到我哋嘅第11日啊，我哋依家喺宜兰。咁呢一间民宿咧，我哋住5楼嘅，但系真系我哋一心谂住要自己搬行李上去，但系细估唔到咧系有 lift 噶呢度，太劲啦！咁快咧就真系得翻3日时间喺呢个台湾啦，咁啊真系越嚟越唔舍得啦，系真系好想继续留喺台湾啊！台湾真系太好食啦啲嘢，而且又太好，即系好多地方好好玩咧，而且又靓啦，系咯，真系想留喺度住，有机会应该我都可能会过嚟住啊，睇下。跳咁咧錄緊嘅喎，一路都唔跳嘅，一路都唔跳嘅。終於可以坐低食個正餐啦，真係好肚餓啊！其實。
这个呢就是叫做福记排骨酥面啊，真的好好吃啊，特别是个汤啊，真的好好饮啊，一流。好啦，食饱饱之后呢是时候出发我们的第一个景点啦。这里呢就是叫做罗东林业文化园区。哇，个地方真的好大，有排行啊。
正当我哋想离开呢个嘅园区嘅时候咧，就我哋被困森林啦，因为落雨，啲人都唔中意我哋啊。嚟到宜兰咧，必食嘅一样嘢咧就系呢一样啦，林场肉羹。咁呢一间嘢咧就真系非常之出名嘅，你头先见到咧有电视啦、报纸啦、杂志啦咁样去争相去报道嘅呢一间嘢。咁啊，系啦，佢嘅質地咧就好似我哋香港嘅碗仔翅，但系个汤咧系再浓啲嘅，咁啊非常之好味啊！我都唔客气，整翻碗先啦，喂！虽然就落紧雨，但系都冇阻我哋嘅行程噶，我哋出发去第二个景点啦。呢度咧就系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啦，好有文化色彩啊！我哋去睇艺术品。又讲下啲落嘢俾大家知先，见唔见到呢个地方点解会系冇人嘅呢？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它已经是闩了门的了，所以这段时间入来呢是没什么东西看的，因为是免费入场的了，变了，所以很多铺头啊，很多展览馆啊都已经闩了的了。这个呢就是罗东夜市啦。其实呢在台湾呢行夜市呢已经是一个常识来的啦。炸到好似乒乓波咁大咧，呢个咧就叫做快乐地瓜球。咁地瓜咧即系解番薯。呢档嘢咧，华记龙凤腿咧又系必食之选嚟嘅，真系好好食嘅。不过咧就贵咗少少啦。
我手头上呢一杯咧就系男人之奶啦，咁有冇人估到男人之奶即系乜嘢奶呢？原来男人之奶呢就真是南瓜奶。